Jolin 蔡依林19日在网络上晒出一张照片，露出性感穿姿机，被官方粉丝团转发，但底下的网友留言却都只在乎姐的专辑何时会出。有粉丝故意激他，留言写道：到底出不出啊，等死人了臭女人。没想到马上又出本尊豪气两字，不出做回应，展示姐十足的叛逆。还有粉丝一起闹，只说她是台湾女骗子，她则是直接装傻神辉啦啦啦，逗得粉丝们不要不要的。随后官方粉丝团干脆为 Jolin 这次的微博探班挑了这两位粉丝做结论，直呼蔡依林回复这条评论算我输，还鼓励粉丝们别气馁，要继续催专辑才对，并再次晒出姐先前发过的搞笑图片，姐变身蛋糕旗舰店店长放话新专你们尽管催，今年要是发了算我输。看来依照姐不服输的个性，粉丝们有得等咯。